我们台积电里面，我们有发动到10000多人去做团购，团购的钱我们也是捐出来。我们所捐到的5000多万、5700多万，有一半是外面跟员工捐的钱，跟台积电公司复合放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把它这样子做完了以后，现在我们要走更长远的路。台积电我们志工我们在做的，我第一个就是要做长期的经营，长期的帮助。那我现在做到的就是今天我要宣布，就是我们400多家里面，我们的员工有在那边住2个多月的人，里面有很多心酸的故事，我们打算写出来。那我觉得这些灾民，这些弱势团体，他们需要帮助的。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呼吁一些，我们今天出来讲孝道之外，我觉得更实在的就是说，企业们，你们可以出一个几个人凑10000块钱，那看你一个公司可以凑到几个团体去帮助每一个家，一个月只要10000块钱，我们做一年，让他们头一年可以安心的帮助，让他们过这个灾难的年。所以我希望就是说，不管你一个团体是多少人，可是呢，就是10000块钱一个月，那长期的帮助他们。这是我要呼吁先从企业做起，我们先从花莲做起，让他们就觉得他们没有被遗忘。那台积电我们有对员工他们的，我们讲就是说，在6月以前所报名的台积电的同仁们到花莲去玩，车票赞助，买东西我们赞助。可是我要请他们买东西的时候不要集中在几家，我叫他们到大街小巷去做。所以在行动上跟思想上跟我们所做的，我们讲的我们都做到了。